刚才是我们小朋友队赢了啊，接下来进行第二轮大比拼，曲艺大比拼。哎，这个我得问问孩子们，他们未必知道什么叫曲艺。张金宝知道吗？知道。啊，知道是吧？有信心没有啊？有。有你一个人就管他们四个人了啊。岳云鹏，哎，你给他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曲艺。曲艺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没问你们。我问他们曲艺，曲艺就是相声啊、小品呐、啊，这都归曲艺。知道了啊，还有这个唱歌、唱戏可以吗？戏可以啊，这都归曲艺啊。咱们现在就开始，每一个队出一个人，你先请小朋友队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，你先来。有大哥讲话立台偏，谁说女子像琴弦？男子打仗。告别关，女子纺织在家园。他都唱成山东吕剧了。哎，那这河南快板。好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先听，先听。该我们了，该我们了。说唱阿姨这个，海霞阿姨。临行喝马一碗酒，浑身是胆，雄赳赳。好，小朋友来。我们让胖子来一个，胖子，小胖子先来，一个个来，胖子先来上。五马一进城安排上上街走，新鲜的那是是，二岁也坐个上招呼嘛，谁知我没有招呼困难，招呼装将装子呀，是在六爷里的唐僧。哎呦，好，有请明星队，那个我树上的鸟儿成双对。神六来一个，神六来一个，神六，我给大家演一段小品。来不及，哎，来不及，得唱一句。快来，快来，姑娘，快来，来，灿灿。我给大家演一个黄梅戏。哎，这个好，来，快来。从小，爸妈就对我讲。黄梅戏可不是很好唱，也不好听。模仿着大人身的模样，好，明星队，那个阿姨为了那个你那个黄梅戏，阿姨唱一段特别不正宗的评剧啊。哟嚯，你客气了，阿姨正经学过评剧。对，评剧演员。春季里风吹，万物生，花红叶，绿草青青。好。小朋友对阿姨确实听过评剧。张金宝，哎呦，我们这有主力大将，快来。说天亲，天也不算亲，天有日月和星辰呐、啊，日月穿梭催人老，带走世上多少的人。好，大实话。杨志刚，该你了。明星队，今日同饮庆功酒，壮志未酬誓不休，来日方长显身手。好了，干洒热血。小朋友对唱的，有请明星队再唱一首。苏三离了红铜线，将身来在大街前，未曾开眼我心，好参过往的君子听我言。好，小朋友队会来，快来。但是你照对斗一马，我领关公战菩萨，我领你爹威被领烧草，还领你张飞叫我的明星队，要是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啊，对，唱啊，唱完了，队赢了，队赢了，好，算他们队了，该你们了，又该我们了，嗯，我们还有吗？没有了吧？没有，该一个，来来，我叫你，来。一见公子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门叫小凡。
明星队。那个我们那个5、3、2、1耶，小朋友队又赢了，现在是2-0，对不对呀？好，老郭出马，那一个可不是顶俩的事儿，明星队纷纷败下阵来，也是情理之中。